不是？你在等下是不是？都睡着了。红烧粉你已经准备好了哈。走嘛，那是红烧粉。你提那小的干嘛没得？走嘛，走走走，提得起。走，走了走了，是不是金果粉？赶紧走。关吧，走啦走啦，出发。回来了，哎，稍等我。哎呀，娘娘，今天你们等久了是吧？我都睡着了。今儿有红烧粉儿、葛根粉儿，没有，提前半夜来的呀。找到这个地方，哇哇，太感动了！哈哈，风雨无阻都会来。这位妹妹是成都来的，那两位哥哥和姐姐是武汉来的，他们大老远。太，你们太有心了。这个葛根粉就是姐姐他们和她的那个老公，到山上打的那个野生的果。有钱。我们那个粉条一个是宽的，一个是细的。好，慢走。好，节日快乐哈！大家都节日快乐。哦，家长上次少请了两个，今天我们来安了。好的，你过节没出去耍呀？小妹儿嘞，说哪里话巧，那里的口袋都忘了。哎，好，好，慢走哈。哎，节日快乐哟！我也要来，好的吧？好。啊，你拿回家先尝尝了来嘛。今天你过节，你们两个来给我消费最多最多的，而且你还是最远最远的顾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，节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谢谢。没有，我说你们特别的暖心，都是袁老板来这里来照顾我的生意啊。好，以后有机会可以到我们村里边来玩。慢走啦，好。那梅心上来就送我们包子。姐姐今天也把他们家里两年多的老坛寒菜，还有葛根粉、红薯粉也带到重庆市场来。八块寒菜，那个炒白的寒菜也可以炒回锅肉啊，加点儿那个二荆条海椒，炒得很香。你的也是五块。对，炖肉子火锅香。好，慢走哈。姐姐看嘛，有了你来帮忙我都变得轻松多了。你又自顾的帮忙，自顾的解释，自顾的说产品。没得事的呀。但是早上就是起来得太早了。没得事的。12可以来嘛。好的，谢谢。来吧，谢谢妹妹，你这么豪爽给我一下都买了。还我下次也来不了了。下次可以到我们村子里面玩嘛，可以带你去采摘。明天我来找你去。好，可以可以。过两天我要回老家。可以可以。可以可以，我们就是需要年轻人耶。你们团队招不招人？好想来给你们打工啊。就是好苦好苦的。好，拜拜。哎，谢谢，节日快乐哈。快。带来的鸡蛋被一位成都来的一位漂亮小姐姐买空了。下架下架。现在8:20，我们带来的那么多东西，还有好多没卖完呢。今天街上的人也比较少，放假大家都不去过节去了。这个是干咸菜，哎呦，轻轻一捧都断了脚跟嘞。那个一般也都只有几块钱。好了，姐姐，今天带来的葛根粉还要带回去哦，下一场又来买。谢谢，慢走哈，两位，姐姐，你那个葛根粉，你告没告过用它来煎鸡蛋嘛？煎超级的嫩，要谢谢。我们在视频上都看得到我把它销毁没得了。来，那个姐姐，你卖完了都没得了。你那会儿买回去吃了过后，你给我个反馈嘛，看是不是真的。那个要10点，那个要2点。每个农户做的都不一样，我们是涪陵的，涪陵包子上面的。来，
好，老韩菜呀、啊，8块钱一斤。那个韩菜有2年多时间。对头。烧白菜。炒回锅肉，烧红烧肉也行。葛根板、红烧板、韩菜。对，姐姐。调轻点儿。姐姐，你告过用那个牛奶来调没得嘛？我觉得牛奶调起好好吃。都调过。啊，对头，又把糖糖弄起来了。我觉得那糖要比它要。73的192好多呀，要哦265，摄像师一哈儿都算出来了。韩菜，老坛韩菜就是这种，煮烧白的韩菜。好，要得，姐姐慢走。又一个大单子哈，葛根粉儿。对，葛根粉儿，纯的葛根粉儿。200多块钱。对了，纯的葛根粉儿吃了好。拿在网上半分钟都没要得到，都抢光了，还一直到2、3点钟下播都没得人买，没人。刚刚做的。我们来玩点的，出来。好。啷个吃啊？好吃，我们老家那边是炒老坛的。啊，对了，把坛子都搬出来，货真价实的那个。师傅称的那个韩菜哈。哎，老婆请坐。要得，慢走哈。你闻到？没有，那个干干净净的，一点儿啥药都没得。很实话解释吧，噻。哎，谢谢你。干哈？谢谢照顾。干哈好吃啊？哎，耶，姐姐那个糖摊儿，糖摊儿都快要抓空了耶。要抓完了啊？哈。糖摊儿抱起，老五啊。直接把糖摊儿抱起来卖。可以的嘛？可以的。要得，好啊。炒粉儿是的啦，慢走哈。要得。炒的都是。哎，那买一把回去尝哈看。对，称半斤好。抓半斤哈。也要抓空的还是？90，来你数哈儿的呢。好，慢走。姐姐，你的韩菜还怕有1斤多了耶？嗯。韩菜快要卖完了，红烧粉还有4把，我的炒米卖完了，就是只有那个葛根粉剩得有点多耶。没得关系的，下场又来卖不完啊，又称一斤韩菜。师傅，你一下买了算了哟。还有班儿了，没得了，没得了，没得了，完了，没得了，还在我都买，看嘛，摊摊都空了，没得了。这里太贵了，摊摊8块钱，那个不得还是好吃，吃完了好吃再来买。现在已经10点半了，姐姐还剩把红烧粉儿，我还剩了一点点白米，姐姐的葛根粉儿都剩得多了耶。明天接到去继续又来，头天嘛又来嘛。要今天那个葛根粉儿，我感觉我们没有卖对方法，下一次找一种另外的方法推销出去。好，要得。没有卖完还是要到最开心的时刻，是不是？一起出去体验一下开心时刻。今天卖了900多块钱。妹妹，你还卖了900多块钱了，我还开心讲我的葛粉儿，虽然说没卖得完，还。卖得贵一些，还卖了1000多点点嘞。要得，今天姐姐卖的钱要比我卖的多些。包包都有点鼓鼓的，开心时刻。哎，走了，回去了，走回去了。我们走那边嘛。啊？走哪边都要得。你也带路？走前面去，坐车。要得。